YY 主播毕加索。平时看直播时，你是否看过这样的一种现象？有些主播为了博取眼球，不惜铤而走险，公然的挑战社会公序良俗，甚至不惜做出违法涉黄等行为。哥哥们，记得礼物走一波。给你们看点好东西，这个还有这个，就看一下下，不然会被官方 A 的。今天说好了，输了就要在脸上画胸哦，输了可别赖皮哦，现在可以说还来得及哦。玩就玩呗，谁怕谁。说什么来着，愿赌服输，还不快点画。我就是画的胸嘛，又不是露胸，画就画呗。好，我的 boss 出来了，噔噔。以上内容纯属虚构，但是网络直播一定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，形形色色的直播内容也是层出不穷，少数的不光彩的一些直播行为也就潜藏在这万千主播之中。直播内容中如果出现舞蹈动作挑逗、播放涉黄影视作品、裸体绘画、以低俗不雅的妆容直播，或者是低俗违规的一些游戏动作，都是违反了我们 YY 主播管理办法的，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。在 YY 开直播，拒绝与任何形式表演涉黄、擦边、低级、趣味的内容，并且禁止进入洗浴中心、夜店等场所，拒绝低俗直播，展现直播正能量。我是 YY 绿色直播宣传大使毕加索，我被绿色直播发声。